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十五页，第十五页倒数第六行第二句看起，夫众生之生灭心，处处能缘，独不能缘于般若。这是说凡夫心，我们也称它叫轮回心，出不了六道轮回。它的作用很大，处处能缘，能缘过去，也能幻想未来，这此界他方，他都能想。虽然有这么大的能力，佛经上说，内他能够圆到阿赖耶，外面能圆虚空法界，他就不能圆自性。般若是自性的德能，他圆不到自性的，当然般若他就圆不到。佛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都是凡夫心的圆不到的，就是众生的生灭心的圆不到的。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圆到呢？见性就圆到了，明心见性就圆到了，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都现前了，所以须未登别地别教地上之菩萨，方能契入。别教初地就是圆教初住。华严经上讲初住以上，这个别教是讲初地以上，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他就圆到了，方能契入，这个契入就是入自性，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明心见性，于无住时即生心，于生心时即无住，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生心是现象。生什么心呢？生度众生的心。四弘誓愿里头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他怎么生心呢？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别教地上菩萨，圆教十住菩萨都是真佛，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讲的分证即佛，在他上面呢，
那是究竟即佛。啊，究竟即佛只有一个。华严经上讲的妙觉位。啊，分证即佛呢有41个位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41个位次都是分证即佛。啊，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啊，叫相似即佛，很像。为什么？他用阿赖耶。他没有转识成智。啊，转识成智，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地上菩萨了。啊，见性了。没转识成智，就是没见性。那么这个是属于佛教常识啊，我们应该知道。它的应化，这众生有感它就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它就现什么身。释迦如来当年在印度，应以佛身得度，它就现32相80种随行好的应身佛啊，先这个身相。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唐朝时候出现的啊，他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释迦佛没有两样啊，所现的是同样一个境界，不同的呢，就是他现比丘身，啊，释迦牟尼佛现的佛身，啊，32相80随行好的身，啊，能大师在中国，那是应以比丘身而得度者，他就现比丘身，啊，真的。在他一生当中度了40多位比丘成佛了啊，明心见性了啊，一比丘人啊。那么他现身的时候给诸位说，他就是无住。无住是什么意思呢？现的身相跟我们没有两样啊！啊，这个身相也是早起晚睡，啊，也是天天要吃饭要穿衣，没两样啊！哎，真的有不相同的地方，啊，不相同是，我们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没有，他没有就叫无住。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化身大师应化在世间。啊，无住跟身心是一，不是二。一桩事情。啊，这就应化在世间。啊，如果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我们就要晓得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啊，人家说是你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自己要晓得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假的能不能修成真的呢？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同名佛的名号无量无边呢，
同名菩萨的名号也是无量无边。啊，观音菩萨不是一个人呐、啊。你要是一个人就错了。啊，像在学校念书，教授一样。啊，观音菩萨好比是语文教授。那我要问你，这世界上教语文的教授有多少？你就明白了。我们凡夫执着受观音菩萨，以为就是一个人，这就错了。太多了，无量无边呐、啊！修这个法门的都叫观音菩萨。啊，修般若法门的那都是普贤啊，都是文殊菩萨。修十大愿王的那都是普贤菩萨。啊，修孝亲尊师的都叫地藏菩萨。这是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的。啊，这么多菩萨当中，他境界同不同呢？不同。你看《华严经》上，从初性位到等觉位，一共52个阶级。他是哪一个阶级的观音菩萨？啊，我们这三部经上看到的观音菩萨，就不是一个位次。啊，《华严经》里面这个观音菩萨是好像第七回向菩萨，三贤里面第七回向。啊，这个《楞严经》上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啊，刚刚证得圆通啊。《法华经》上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不一样啊！啊，所以说观音菩萨再来的哪一个阶层的观音菩萨，如果他是实性位里面的初性位观音菩萨，啊，是的，他是观音菩萨，他还没出六道轮回来，啊，他断证的功夫只等于须陀洹，但是他是修观音法门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我这是一问51个位次的，它是哪一个位次？差别很大了。啊，初住以上啊，那是分正位的菩萨了。啊，法身大师，真的法身大师啊。啊，如果他是实性位里头，从诸性到实性，他没有出十法界。啊，他修这个法门，不能说他不是菩萨。啊，我们今天发心，啊，以无量寿经，以净土，现在是五经啊，五经一论的修行，那你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就是阿弥陀佛，这经上讲的很清楚啊，而不是一般人讲的，祖师大德说的啊。啊，你依照这个法门，啊，所以净宗是以果为因呐、啊，
这个很特别，八万四千法门啊，没有是以果为因的，只有这个法门以果为因。果是什么？果是阿弥陀佛啊，概要里头后面黄老居士引用许多经论来说明这段事情啊，所以对于经教通达的人他清楚，他不会执着啊，他了解事实真相啊，真正的成就一定是别教初地原教初住啊，才算是真正成就，没有到这个是相似即佛。在第一层的还达不到相似，那我们就得加功用恨了。从理上讲是名字即佛，那人人平等，有名无实。为什么呢？你自信是佛，所以佛在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开始学佛了啊，很认真的学佛，但是功夫不得力，这个时候叫名字即佛啊，你有名无实啊，名字即佛啊，功夫得力了，观行即佛啊，观行位就不错了啊，到观行位在我们这个净土法门里面就是讲的功夫成片了，观行是功夫成片啊，决定生凡圣同居土啊。那相似呢？相似就不是同居土了，方便有余土啊，那是四义心不乱了。离业心不乱呢，生十报庄严土，那就是此地讲的位置，别教啊，地上啊，原教呢，是诸佛，是诸法身菩萨啊，一层一层都得搞清清楚楚的啊，我们一级一级往上去啊，往上提升呢，这是对的。那提升，提升的放下啊，一定要依照这个顺序，要先放下执着。你说我先放下起心动念，不可能。起心动念，你一放下不就成，那就是妙觉位了。那不是分证的，那是圆满证得了啊，那个做不到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现在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搞清楚啊，众生有感，佛来应，是哪一个阶层佛来应啊？现在我们知道十报土就是从
原教初住就有这个能力啊，应以佛身得度者，他就能现32相80随行好的身来应啊。佛家讲本即因缘，他的本是原教初住菩萨，他的极限的极呢，极呢是32相，80种好的佛像。啊，如果来应的是等觉菩萨，啊，观世音大师是等觉菩萨，啊，也是以啊应以佛身得度，他也现佛身嘛。啊，这个一尊佛是等觉，那一尊佛是初住菩萨。啊，还有究竟圆满，究竟圆满是常寂光土里头自信现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尊阿弥陀佛，那是妙觉位，那不是等觉，啊，那是究竟圆满佛，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的。给诸位说，他是圆满位，啊，他不是等觉菩萨，啊，为什么呢？《梵王经》上他说的很好，佛没有妄语啊，句句实话了。他到这个世界来，以佛身示现在人间，这一次是8000次。不是1次2次，8000次。啊，他什么时候来呢？众生有感他就来了。众生没有感他不会应的。感应道教他自己绝对不会有意思。哎呀，众生很苦啊，我要去帮助他了。这不是佛。为什么？他起心动念。啊，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有分别之处，是性位的菩萨，有分别，有执着，啊，有分别执着的习气。啊，初住以上。分别执着没有了，起心动念也没有了，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啊，这41个阶级是习气厚薄的差别啊，我们要搞清楚啊，不能说一尊菩萨哦，这都是等觉，不是的，51个阶级。啊，说一尊佛啊，那都是妙觉，不见得。41位法身大士都有能力现佛身，你想哪一尊佛，他就现哪一尊佛。哪一尊佛跟你有缘，他就现哪一尊佛。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虽现身，他肯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就特别注意，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哎，这是法身菩萨了，原教初住就不起心不动念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自己要常常想想，我们还是会起心动念，还有分别，还有执着。
那这是不是各因之谜啊？各因之谜讲得通。为什么呢？各因之谜是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没有的。啊，佛菩萨要应化到这个世间来，还有没有各因之谜？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十法界里头，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有可能有各因之谜。为什么？他没见性。啊，没见性，这一些修行人，他们的智慧、德能、神通，那都比我们大多了，我们跟他不能比。啊，他们会不会到这个六道来度众生？有，六道里头有有缘的人。啊，有缘的人念他，他也有感，他会来应。啊，但是他应身到这个世间来，小圣嘛，啊，不是大圣。啊，是菩萨，不是摩诃萨。啊，诸位要知道，啊，设法界以外的，就是十报庄严土，那叫摩诃萨；设法界之内的四圣呢，我们称菩萨。所以，菩萨、摩诃萨，那《金刚经》上讲的佛、诸佛这些大菩萨，要常常护念小菩萨。小菩萨有各因之谜，他也有慈悲心啊，应化到这个世间，有时候他也迷惑了啊，但是他很聪明啊，这些大菩萨在旁边照顾他，什么时候缘成熟了啊，一点他就醒悟过来了啊，这一醒悟啊，这一觉啊，一觉之后啊，真的至少这个分别执着他就放下了啊，所以境界虽然是普通常识，不能不知道，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也被迷在里头啊，那就变成障碍了啊，自己想往上提升呢就难了，甚至于将来往生都造成障碍啊。那么这里讲到此地啊，这个不能不多说几句。其余地前住贤呢，认识大乘两劫，这个地前前面讲得很清楚，别教啊，这不是原教啊，是别教地前啊，就是别教里面十住十行十回向啊，三贤菩萨，别教的这个三贤菩萨没有除十法界啊，都在十法界里面啊，也就是说他根本无名没破。啊，所以你看呢，它什么叫两界呢？一时身心，另一时无助。他没有办法，也就是大乘经里面讲，他还没有入不二法门。啊，性相不二，生佛不二。啊，动静不二，这他还没有的，没有做到，没达到这个境界。啊，可见凡夫觉分，凡夫六道啊，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能跟人比啊？今此
净土法门，教众生持名念佛，令众生即念力念，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即凡成圣。这是这个法门的妙啊，真妙啊！啊，我不知道你们同学怎么样，如果你们同学要心细一点，心地妄念少一点呢，我想你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啊，那就是讲无量寿经的法缘特别殊胜啊，我自己一生的体验呢啊，我讲过很多部经论，法缘最殊胜的是弥陀经跟这个无量寿经，这总有个缘故啊，啊，听众特别多，法门殊胜呐，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永护道场啊，这一点都不假了，法门是好。可是真正入这个境界还是少数人啊，在理论上讲，善导大师说的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亲口说的，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取啊！啊，为什么有的人修这个法门不能成就呢？佛没问题，法门也没问题，经典也没问题，问题出在修行这个人。这个人呢，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没放下了。极念他没有力念呐，这个极念是阿弥陀佛了。力念前面讲了，这一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这叫真念佛了。一面念阿弥陀佛，里面还掺杂着妄想杂念在里头，你把念佛的功夫破坏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前通佛智，暗合道妙了。你看你讲得多清楚，讲得多明白啊！你必须要即念离念，念阿弥陀佛，心里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不能夹杂妄念在里头。啊，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样念呢？你就能够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啊！为什么呢？你念佛一念到一心了，你看是一心，就跟阿罗汉、辟支佛这个阶层相等啊。离一心，那就是圆教出入四十一位化身大士那个境界。相等啊，你能念到一心不乱啊，而且这个方法简单容易，稳当可靠啊，一点都不麻烦
这个教通不通没关系啊。所以有许多不认识字的，没有学过经教的，那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几年，真的他什么念头都念掉了啊！他念得一心不乱，他自己并不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到方便土去了，这人很多啊。到十报土，大概人数少一点，到方便土人很多。啊，他把执着念掉了，他什么也不执着了。啊，单单经上讲的，就叫你执着名号，执持名号，执是执着，持是抓牢牢的，抓紧了。啊，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杂念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啊，这个念佛功夫成片了，功夫成片生同居土啊。啊，生同居土也是成圣人的啊，极乐世界没凡夫，都是圣人啊，即凡成圣。故苏超越就莲池大师讲的，越三起于一念，其助胜于片也。啊，三起是什么人呢？我们现在很清楚啊，华严经上所说的从初住到等觉，41位法身大师啊，他们无名断掉了，无名习气还在啊，到等觉无名习气断尽了，需要多少时间？3大阿僧祇劫，你看，超越3大阿僧祇劫，一念就这一声佛号啊，超越3大阿僧祇劫，其助胜，这助胜就是41位法身大师。啊，片言阿弥陀佛4个字，就这一句啊，跟着跟法身大士等齐了啊，那不是普通菩萨了，法身大士就是摩诃萨了。还有什么法门比这更殊胜？找不到了。啊，所以我们学这个经，你还会有问题吗？你学这个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护念你，你看不见他，他看得见你啊。以前我们还有疑问呢，现在疑问没有了。我们相信了，肯定了，啊？为什么呢？还原观上给我们讲3种周边，无论是正报一毛端，一报里面的一粒微尘。它的波动，念念周边法界，念念出生无尽，念念含容空有，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十方诸佛看到，我们真心念佛求生净土，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这是什么样的福报啊？三世诸佛一起来说都说不清楚，太大了。这一句名号实际上就是十方三世所宣扬的一切经典总纲领，也是一切经典的总归处。所以前面这不是黄念祖一个人说的，黄老居士也是秉承历代祖师大德所讲的称心其谈。讲到究竟圆满，就这一句名号，志在妙用，不可思议，这到顶点了。其他法门乃证入无生，故为难行道。这个证入是什么？按部就班，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往上升，往上提升。像华严经上讲的51个阶级，那叫证入，时间很长啊。坚持敬业，巧入无生，叫易行道啊，它太巧妙了，它不是一级一级往上提升，它是不觉不知不觉它就圆满了，就到了顶点了。这是一心道啊，念佛法门乃修行之经路，这个经路是净路，洁净。而持名一法呢，又为四种念佛种子经路，故称之为经中经有经。净路里面的净路。这四种念佛，观经上有，观经上讲的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都是我们平常修的。另外一种是我们做不到的，叫实相念佛。什么时候修实相念佛了呢？初住以上是实相念佛。我们刚才黄老引用的这个别教初地以上，原教初住以上，那个时候念佛是实相念佛。不是叫持名念佛了。所以在四种念佛当中呢，持名是接近。所以在华严经上证得初住以上的，他们要修念佛法门的，那他们念佛是属于实相念佛。又本经不常一心不乱，这个常是提倡，无量寿经不提倡
一心不乱。为什么？一心不乱太难了，真不容易做到啊！啊，事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等于证阿罗汉果。啊，离一心不乱，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破了，等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不是容易事情啊。啊，所以这个经上不讲一心不乱，这一发菩提心，你看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是一心不乱，一向专念我们做得到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做得到，啊，一心不乱呢？不容易做到，那要断烦恼啊！烦恼扶住，扶住不是一心不乱啊！烦恼断掉才是一心不乱。你想一心不乱多难啊！但是《弥陀经》里头讲一心不乱，讲心不颠倒，《弥陀经》跟这个经是一部经，一样的内容。啊，可是诸位晓得，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它里头是一向专念，不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罗什大师翻的。啊，他翻的也有道理。啊，自己的功夫是一向专念。临终佛来接引，佛光先照你，佛光照住的时候，这就是佛力加持，把你的功夫就提升了一倍。你是真正做到一向专念啊，就功夫成片，马上就提升到一心不乱。所以罗什大师翻译并没有翻译错啊，确实弥陀四十八愿本愿威神加持啊，啊，但是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有很多人看到一心不乱，感到这个法门还是不容易修，哎，不敢修这个法门，退心啊。那看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想想自己还可以啊，这个很难做到啊，菩提心。后面有些有详细的解释啊，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你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个心啊，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古人没说过，藕益大师说出这么一个解释呢，让我们想到很多啊，阿公阿婆他们不认识字，也没有念过书，也没有听过佛法啊，人家教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老实念，念到最后的时候还能站着往生，欲知时至啊，瑞相稀有，他好像没发菩提心啊，
啊，菩提心里面讲的这个执心、身心、大悲心好像没法了，他怎么念佛就能往生？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发菩提心，你细细去观察他，他执心、身心、大悲心通通具足。啊，他不知不觉发了，发了自己还不知道。啊，一心一意想求生净土，想见阿弥陀佛。啊，这真诚心具足了。啊，身心，身心是清净平等觉，他有，虽然不是圆满，他有。啊，他有慈悲心。但能发心专念，皆可往生，故更为明确简要。明是明白了，确实真实啊，简单了，哎呦啊，你看这个法门。是故此经称为经中第一经啊，流传到佛法在这个世间灭尽了，最后还有这部经留在世间100年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能想到这个经典的殊胜呐 啊，因其为直接中之直接，方便中之方便，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六道里头一切众生能够遇到这一生当中决定的度啊，决定超越六道轮回，不但超越六道，它超越了十法界啊，这意想不到的殊胜。日本净宗大德推崇此经过于我国。啊，这是真的，在日本大藏经里面，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注解很丰富啊。啊，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中国，古来祖师大德对于这部经注解就很少。只有几种啊，这什么原因呢？彭继清就是说得很好，这个经呢没有善本啊，不少这些大德对他这个话肯定啊，他说得很好，确实是因为这经没善本。啊，五种译本都读，在古时候啊，是相当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经本太少了，啊，不是印刷的，是手抄的。你看王龙书居士这样的身份，啊，那是大富长者呀，他都没有看到五种原译本。他只看到四种啊，唐译的《大宝积经》《无量寿会》这个本子他没见到过，
所以他的会集本呢只有四种，那就很遗憾了。因为大宝积经如来会里面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其他四种本子里没有。啊，可是日本人有心呐，到中国来留学，在当时的好本子全部都给收集去了，我们自己人疏忽了，啊，没收集，被日本人收去了。啊，有许多东西从日本再传回来，那这个要靠杨仁山居士的功德。啊，杨仁山居士在清朝末年是驻日本大使馆的参赞。啊，他对佛法非常留意，所以在日本去找很多在中国失传几百年了。啊，目录上有，但是这个书看不到了，在日本看到了。啊，所以他就依这个目录到日本去找啊，找了很多，找了不少啊，找回来了。啊，特别是法相为师。啊，唯识经论的著述，啊，下面引用的这个都是日本人注解的，啊，黑谷大经社，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解释，啊，有这么一段话，与往生教。有根本也有之末啊，往生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净土宗啊，它的有根本呢也有之末啊，此经名根本呐、于经名之末啊，专讲净土的经三部经啊，无量寿经是根本啊，观无量寿佛经跟阿弥陀经是之末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附带讲净土的啊，讲这个念佛求生弥陀净土法门的大概有100多部，将近200部经啊，那当然是之末的之末了。又此经名正往生教，余名旁往生教又此经名往生具足教，他经名往生不具足教。啊，这是日本人对这部经做概论的讲法。啊，那么这些日本人都是隋唐时代到中国来留学的啊，亲近过智者大师，亲近过善导大师啊，许多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善导大师当年在世讲过这个经，他们都在讲席里面亲自听闻的。据上之意呢，净土宗譬如啊妙高峰头，而本经啊正如峰头之尖顶
本经为当来一切寒灵借以此法而得度脱。这个我前面讲的一个意思。九法界一切众生。都依这个法门。度脱轮回，度脱十法界。是指利济众生，此经为最也。持名之法了，暗合妙道，最易行故。我们在这个时代，生活非常艰难，障缘无比的严重，我们自己也想想，在这一生短暂的时光当中，我们如何把握？真实的成就自己。为什么自己不成就，不能够利济众生？是法佛法，大圣大贤，没有一个不是教我们成就自己，然后才能够成就别人。自己没有成就，要想弘法利身，佛常说无有是处啊。那是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做不到啊。一定先成就自己，四弘誓愿是最好的指导原则。愿要发得大，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度尽九界有情，这是发大菩提心啊！你怎么度他？你自己没得度，就不能度人。那要自度呢？头一个是断烦恼，烦恼无尽是缘断，见思烦恼无尽，尘沙烦恼无尽，无明烦恼无尽，怎么断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什么？总的指导原则，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总纲领、总原则。在日常生活细行当中，大乘里面讲八万细行，小乘讲三千微也，这都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佛教导我们别执着。从哪里学习？佛教敬业学人，从三福
下手。你要自度，你不能没有福报。所以佛经一展开，善男子、善女人，有善根，有福德了。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福德从三福去修，要真正的福德，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看看，福从哪里修？从孝养父母。那不孝父母的人没福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呐。啊，不知道尊师重道啊，也不能往生啊。你的生命得自于父母，你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你看，把这两句话摆在前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有一些同学问我，这法师，你为什么要提倡感应篇？为什么提倡弟子规？这都不是佛教的。啊，我告诉他，这两样东西都是佛教的。这佛教没说，我说谁说没说啊？啊，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看看《弟子规》讲的是不是？是啊，怎么样把这两句做到呢？《弟子规》实现了，你就做到了。啊，慈心不杀了，你能把感应篇落实了，这一句你做到了。由上面三句做基础，下面修十善业才能做到啊！啊，为什么十善业做不到？上面三句没做到，上面三句就是《弟子规》跟《感应篇》没做到，所以你十善业做不到啊！啊，这还能错吗？我没看错。啊，所以真学佛。啊，我们今天以印光大师的教诲，印光大师教我们要以感应篇扎根，第一个根感应。因果教育啊，你真正了解因果的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不但不敢作恶，你连恶的念头都不敢动。啊，为什么？动一个不善的念头，三种周遍不都有了吗？周遍法界。谁不知道啊？变虚空、变法界的所有一切佛菩萨、阿罗汉，通通知道了。不能瞒人，瞒不了人呐！你那个一念周遍法界，你那个一念出生无尽呐！出生无尽是吧？善念出生善功德，恶念出生这个。这个恶毒啊，有报应的。那不敢动念头啊，还敢去干吗？比伦理道德，比什么样的教育都管用。
啊，有很多书念得很好的，一样不孝父母，背时叛道，啊，他敢做啊，啊，那什么呢？什么原因呢？我们古人讲利欲熏心，他被眼前的名利迷住了，明知故犯，知道错误他还是要干，可是他要知道因果不敢干。为什么呢？你现前得来的时候很小的一点名利，你将来付出多大的代价就不敢了。啊，说到这个地方，那这是这两天同学送给我的一本书给我看，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2000年前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听说中国很富裕啊，想占领中国啊，派了10万大军，真的到了中国甘肃这一带全军覆没了啊，领军的这个统帅是凯撒第三个儿子啊，三王子啊，这个事情是最近这些鬼魂附在一个女孩子的身上说出来了啊，许多人到那里去调查，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所讲的有事实根据，2000年了啊，他们也很幸运的遇到菩萨了，这佛事门中真是慈悲呀！啊，菩萨告诉他，中国这个地方不是你们的，你来干什么？他说我们不知道啊。我看到菩萨说这句话，我立刻就想到了，啊，日本人侵略中国打了8年最后投降了，那就是菩萨讲中国不是你的，你没有这个福报啊，你来干什么？你们看看啊，做帝王你多大福报啊，你有多大的领土，有多少的人民，命里注定的，没有那个福分你要去侵略别人啊！如果是战打胜了，你真的拼吞了，大概你也不得好死，你没那个福报吗？凯撒真是不得好死啊！他死在中国啊，历史上记载是他是被人谋杀的啊，结果他谋杀是个替身，不是他啊，是他旁边很忠心的一个干部啊，穿着他的衣服在外面被人杀掉，这个人以为是他死掉了，他跟这个混乱当中啊，他逃出来啊，也逃到中国，死在甘肃，这何必呢？真的一言一著莫非前定啊，不要强求啊，啊，强求来的，强盗抢来的，小偷偷得来的，都是你命里有的，你说你冤不冤枉？你不用抢不用偷的这个手段得来稍微迟一点啊，过个1-2年你就得到了，何必那么着急呢？啊，造这种罪业真可怕了，所以这个东西看了之后
啊，如果是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看了之后啊，不敢发动战争了，那不是好事情，那是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所以印祖一生提倡因果，举很多例子，都举的是道家的。啊，玉律宝钞啊，印光大师提倡啊，《流通》这本书啊，啊，《感应篇》。他叫学佛的人必读啊，有他的道理在呀、啊！啊，这是事实，绝对不是迷信啊，不是拿来吓唬人的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现在造作恶业的人，是因为你过去生中积的大福。修的大善啊，你做恶已经把你命里有的福报啊大幅度的打折扣了，还有一点余福，余福享完了，你的业报就现前了，挡不住的呀，到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所以人决定不能做亏心事。啊，在这许许多多灾难当前，记住孝顺父母，第一福报。啊，对不起父母的地方要真正忏悔呀、啊！啊，要尊师重道。要爱惜生命啊！啊，绝不能杀生啊！那一个一只蚊子，一个苍蝇，它也是一条命啊！别小看它了啊！你杀害它，将来时候它报复你，这麻烦就很大。啊，那么度自己就要从这部经上下手。啊，敬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啊，我们一定要落实《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啊，具备了这个条件，才能学佛。啊，这第二佛里头讲。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啊，你正式成为佛门弟子。啊，再向上提升，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这个深信因果，我讲的很多啊，不是普通因果啊，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那我们要想成佛，那就得念佛。啊，念佛肯定成佛。啊，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劝进行者这一句话。我们得用十六个字来解释：身行言教。啊，帮助别人，教化别人，自己先要做到。啊，先要身要做到。啊，然后用言语教别人，讲经教学。这八个字
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育，再看看古时候这些古来的一些大德、祖师大德，哪一个不是一生都在讲经教学呢？啊，欧益大师50几岁就往生了，你看他的著作几十种啊，著作等身。天天都在写，那为什么那么辛辛苦苦的写呢？没有找到传人，用这个方法来传法给后世啊，后世有缘人看到了。依照他的他所说的方法理论去学习成就了啊，传给后人。啊，那么多著作里头啊，最殊胜的印光大师最赞叹的弥陀经要解。我们在八文里面看到欧益大师当年写这个简单的解释要解9天的时间写成这么一部书，分量不多，真的是要解，讲得太好了啊！印祖对他的赞叹，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你看印光大师啊，赞叹到极处了啊。印光大师这大势至菩萨再来，前面我跟诸位说过，51个层次的都是大势至菩萨啊，他是哪一个层次的我们不知道啊，他是不是法身大师？如果是法身大师，没有隔音之谜，他自己清清楚楚啊。如果是摄性位的这个大势至菩萨，有隔音之谜啊，他是修势至菩萨这个法门。啊，往生就非常有可能生极乐世界10宝庄严土啊，很有可能啊。那方便有一神的过去，那是肯定的了啊，肯定的。从这个初信位的时候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也有四，这个也有是3倍9品啊。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就一点都不迷惑了。啊，所以必须得自度啊，
才能帮助别人呢。自己没有做到，讲个人听人不相信。没有摄受众生的能力，是自己一定要做到。要把自己忘掉。初性位的菩萨身见就断了，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身是我所有的。自自然然就全心全力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了。六道全是苦难众生。这一点要知道，为什么没有智慧？起祸造业受报，苦不堪言呐！菩萨教化众生，拯救灾难，用什么呢？就是用教学。人性本善，你不教他迷了，迷了他才会造业。造不善的业，受三途苦报。他要觉悟了，他绝不造恶业。所以苦乐是属于果报。果必有因，因就是觉迷。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不是从果上着手，从因上。佛用讲经教学。身行言教，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现前了。佛用这个方法，菩萨祖师大德都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好啊，真有效果啊！过去有效，现在还是有效。过去我们在中国安徽庐江汤池做了个实验。看看就是古圣先贤这个话现在管不管用。做了3年的实验。我们找了一批老师。勉励老师做菩萨做圣人。就用身行言教，半班教学，对象呢？对象这个小镇，居民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真管用啊！我们本来以为要2-3年才能看到成果。没想到3-4个月成果卓著，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人民是这么样好教，就没人教嘛，那一教就回头，良心就发现。证明了人性本善，
啊，三字经上前面两句话，千真万确，人之初性本善。啊，圣贤的教育是称性的教育。啊，人他有本性嘛，就他有本善嘛。啊，一呼唤呢，他就醒过来了，那么快呀。啊，那么今天啊，许许多多人讲到灾难啊，学佛的同学要晓得啊，佛法有没有灾难？佛法有讲灾难，没那么严重。世界末日不可能。释迦牟尼佛的佛法12000年了，照中国古老的讲法，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啊，大概3030多年。你看12000年，后头还有9000年呢，日子长得很呐。啊，所以这世界末日是外国人讲的。啊，不是中国人讲的，也更不是佛法讲的。治乱灾祸，啊，起因是什么？在中国古圣先贤讲的很多，讲的非常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什么？这是感应。人有善心，善行。静缘就以善感。静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也就是说，人跟环境跟物质环境没有一样不善。人要是以恶感呢，那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也以恶相感应。这把原理说出来了。啊，那我们要挽救社会，要挽救地球，那应该怎么做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讲经教学。啊，我们用网络，用电视，啊，把我们这个讲经教学的效果扩大。啊，希望我们的同学啊，在网络或者在电视机前面啊，都要认知啊，我们自己真正发现啊，依照啊经典教诲认真去学习啊，从孝顺父母学起，尊师重道啊，发慈悲心，爱一切生命，啊，不杀生，啊，最好呢，能发心啊，素食，素食对身体健康有大利了。我26岁学佛，啊，知道佛法对于饮食啊，它讲求的是卫生、卫信、卫心。我佩服到极处。世间人只懂得卫生，是保卫生理呀，
对于保护自己的性情疏忽了，保护自己的爱心那更疏忽了。我在没学佛之前，在南京念书，我住在同学家里，我这个同学家庭，那虽不是大家庭，他兄弟姐妹多，有五六个兄弟姐妹。这个父亲母亲还有个老祖母。可是这个家庭呢，它三种宗教，就多元文化。老祖母念佛，家里有个小佛堂念佛。他父亲啊是伊斯兰教，他妈妈是基督教。所以这个孩子们呢，大概都跟着妈妈。所以我住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就是知道伊斯兰的饮食着重卫生，还着重卫性。凡是性情不好的动物，他不吃。他有选择的。那个性情很温顺的、善良的，他吃这些动物。那么佛教更进一步，采取素食，培养慈悲心。所以这个饮食方式，我觉得很圆满。我学佛不到半年，我就采取素食。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因果，我就是因为相信这是卫生、卫性、卫心，这个很圆满，真的是健康。我素食到今年59年了，明年就一甲子了，身体越来越健康，不比哪个人差了，这证明了素食的好处，素食确实健康长寿。那你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为什么不采取素食？我给大家做了个见证，素食好啊。人要存好心，要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好的标准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那么最近我也听说，听同学说，在国内外有一些真的有一些人用净空的这个名义造谣生事，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希望同学们要有警觉性。我一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参与，我常常跟大家说，一生都是被动，从来没有自己想做一桩事情，没有过，全是被动，别人来找我，我觉得这个事情对社会、对大众有好处，我也欢喜参加，主动做一桩好事情我从来没做过。为什么？做好事要福报啊，我没有福报啊。我一生呢，跟诸位说，就孤家寡人一个。这是大家跟我常在一起都了解。这个做事情的人有福报，他底下有很多办事的人员。
也有财力才能办得了事。啊，我这两样都缺，啊，钱也没有，办事的人也没有。啊，孤独一个人，就是讲经教学，除这个事情之外，什么事与我都不想干。啊，我想到事情很多，比如说这个老人院呐，啊，这个传统文化教育这些事情啊，啊，弥陀村呢，我想的很多。啊，我想不想去做？我不想去做，为什么不想去做？没人，没钱，怎么做法？啊，只是说说而已啊。可是我这个说了，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有很多人听了之后，他就真想干。好，我赞成。就如此而已。以为人家以为哦，这是净空法师做错了。哎，我说者无心呢，听者有意。啊，听的人喜欢去干，来告诉我。啊，还拿了他们一些计划来给我看。我点头，好，好死。啊，应当去做，啊，对社会、对国家有大利益，啊，不是我做的呀。啊，汤池那个事情是这样讲，是逼着，是联合国些朋友们逼着做出来的。那世界动乱了，问题太多啊。啊，怎样化解冲突？怎么样恢复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我们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啊，在联合国大会做报告，他们听了很欢喜啊。可是会后啊，找我聊天，说净空法师，你讲的不错，很好，我们都欢喜，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个事情就把我难住了啊，他没有信心啊。那这些外国人怎样才能叫信心呢？一定要做出来，你做出来让他看到，他服了，他没话说了啊。我是这样被逼着，你看我没有人，只找到两个人呢啊，一个杨淑芬老师，一个蔡丽雪老师啊。那家乡父老朋友们支持，我说好，他们支持，你们去做，你们两个人，你看就是两个人了啊。招一批老师啊，招了37个老师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理想啊，要求老师学圣、学贤、学佛菩萨啊，自己做出个好榜样给人看，啊，这老师真了不起，我向他们顶礼啊，真难得了，啊，他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感动当地人啊，啊，3-4个月，那么好的效果出来了，啊，所以2006年10月份，我参加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会议，啊，在巴黎总部召开的，啊，我还算是主办人之一，啊，我把我们汤池这个实验向大会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他们听了惊讶。192个国家的大使都希望到汤池去观摩、去考察，真不容易啊，做成功了啊！这个大家相信了，啊，中国古人这套东西现在还有效啊！所以我们3年啊，
在国内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啊，现在国家正式把《弟子规》列入学校的课程，好事情啊！啊，可是要安定社会，要拯救这个世界，那还要大力的来推动，啊，就是全民学习，啊，全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我在我的想法，只要有五六十个老师，啊，利用什么机来教呢？利用国家电视台，啊，利用这个网际网络，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的讲，讲一年，中国社会就安定了；讲3年，这世界就太平了，什么事都没有了。所以这是大福报的人干，我只会讲啊，我不会干的。啊，我一个人都没有啊！现在汤池解散了，蔡立旭也走了，子阳老师也走了，现在我孤家寡人一个了。啊，所以你要问我有什么方法，我懂得一点，我能提供一点建议。啊，我确实没有能力做了，哎，现在年岁也大了，啊，只想把《华严经》。把《无量寿经》好好讲一遍，啊，那这两部经讲圆满之后，如果我还有寿命的话，啊，我想把《弥陀经》再讲一遍，啊，详详细细讲一遍，啊，其他没有我的事情，培养弘法人才都不是我的事情。啊，我没有这个精力了。啊，如果我是50-60岁可以，就84岁了，不能再做这个事情了。啊，所以什么好的条件给我都拒绝了。啊，我都不要了。啊，所以同学们的时候也不必送钱给我，送钱给我当然我替你做好事。啊，替你印经，啊，替你呢，哎，有一些办教育的地方需要钱，啊，办传统教育的时候，我会把你转送到那边去。我自己什么都不要了，啊，我跟大家讲了，80岁以上的人啊，天天就想着要往生啊，这个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常说，都说真话。啊，我的寿命到哪一天就到今天。啊，今天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干的？没事了，就是念佛，求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天天都是我最后的一天，所以我什么都不想。啊。过得踏实啊，啊，过得自在啊，啊，除了讲经就是读经，啊，乐此不疲。啊，所以这个末后的结论是指利济众生，此经为最，持名之法。暗合道妙，最易行故。黄老祖师讲得好啊，太难得了，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幕后这一段，大圣垂慈，特留此经。啊，这个大圣是阿弥陀，是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12000年的法运，到最后灭的经呢是这一部经。你看经云，这是本经，独留此经第45品。啊，里面的一段话，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
执诸百岁也，其有众生执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当然是将来啊，末法最后的100年啊，佛经在这个世间呢完全灭尽。为什么会灭？给诸位说，众生的福没有了啊，造恶的人多，修福的人没有了。如果还有人修福，经道就还会留在世间啊？为什么？世世代的人造恶，那我们看看历史，回顾一下今人造业造恶业比古人确实是多啊。那我们这种年龄亲眼看的，中国讲30年是一世啊，我差不多可以看到30了。这30一世不如一世往后。诸位如果是留意一下，冷静去想一想，30年之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你敢不敢想？你看什么呢？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啊，15岁到20岁的人，他想什么？他说些什么？他干些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我们把古圣先贤的教育疏了啊！现在这些小孩年轻人受的教育是什么？电视网络啊！我在国外住的久，国外的学校小学1年级学生就用电脑了啊，就网络了啊，网络上的东西很多啊，看得乐此不疲啊，睡觉的时候放在被窝里面再看啊，那个父母还很得意，我小孩多用功啊。他在看什么？看暴力色情杀到阎王，他在接受这些东西，所以不知道孝养父母啊，不知道友爱兄弟啊。20年之后，他们是社会的中间分子。如果他们在政坛上作为领袖，那他能做些什么？越想越可怕啊！这一代的人还能控制住自己，不会发动核子战争。下一代敢不敢讲了？不敢讲了。恐怕现在这些小朋友，电动游戏、杀人游戏，啊，完成习惯了。到时候他要做了总统，啊，要这掌权的时候，可能就把核武拿出来游戏了。哎，它不是杀人战争，它是游戏。可是这个游戏的时候，就会把世界毁灭掉了。啊，毁灭世界也是游戏，怎么办？啊，所以我也见过一些这个国家领导人。啊，我给他们有个建议，把核武统统销毁，啊，把化学武器销毁。将来他们纵然想游戏，不至于有这样毁灭性的武器。
这个对社会、对世界有好处啊。不必要保留啊。啊，这个世界如果真正懂得因果报应，我们晓得用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真正和平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啊，无力解决问题，造无量无边罪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